哦，对啊，终极一班，还有回去拍终极一班吗？为什么不拍终极一班？哎，啊，哪里？终极一班，对，对啊，这样问题是什么？哦，会不会演？是不是？我在这边先告诉大家，我终极一班五还真的没有演，但你们可能会看到我以前的画面。因为你知道，常常会什么金时空，什么银时空、铜时空的汪大东又怎么样了？这样子，不好意思哦，就是先让你们望梅止渴。我不是，再也不会出现在金银铜铁时空，而是我在另外一个时空执行任务。那在这边也要期待陈亦儒跟那个金宝山的。哦，其实金宝山大哥呢，他叫张浩明，你们不要再叫他金宝山了，好不好？搞得他好像真的姓金名宝山的。那他其实也对他的艺名金宝山挺享受 enjoy 的，那就是叫金宝山了。我们要支持陈亦儒跟金宝山的终极一班五哦，耶比！还有什么要问的呢？为什么终极系列都不演？喂，我不是已经做 ending 了，你还问？我没有不演啊。我告诉你啊，我现在在那条街出任务，出完就回去了，行不？这条罗刹街，我说了算。卡弹的曾沛慈，卡弹的曾沛慈，对，唱歌卡弹曾沛慈，这也太难十秒，九，八，七，六，五，四，三，二，一。停！停！我怀疑你在整我，我的绘画天才的招牌就砸在这个时候。我告诉你，我可是学美术毕业的。好，我的同我的同校有谁呢？萧亚轩、张孝全，就是今天作品画成这样，我就不好意思把学校讲出来。他已签上大名，那顺便，十秒钟，难呐，换个头，那请边做结尾边跟大家说拜拜，拜拜，贝巴弟，很开心陪伴大家一个下午。如果大家就是你也知道，下雨天嘛，在也出不了门，就很开心可以跟大家陪伴大家这么一个午后雷阵雨的时光。那个词，配是手字旁，水，哦，水字旁，不是一个水一个是，长的是那种，哦，对对对对对，然后要写错词，没变呢，好像跟配词不熟，没有，因为他在我心目中永远是那个雷霆，画一个爱那个星星好，越描越黑。好，好，你知道画星星的用意就是，改错字，会不会讲错话？它应该是星光，哦，对，什么？什么？星光帮，星光帮毕业出来的，所以画星星是对的哟。好，拜。